巴神奇生物图鉴，它有一个头。这种动物的别名叫做鸟中歌星，还拥有着优美的舞姿，还有个小小的很漂亮的很高贵的冠，再加点羽毛吧，让它有气场一点点。家家春鸟鸣，它就是在春城放声歌唱的百灵鸟。本期奔跑吧生态篇，能否看到能歌善舞的百灵鸟呢？让我们一起深深期待一下吧。2023年5月2日到11月19日，周深先后参加了4场大型音乐节活动，每一场均留下无数精彩舞台，几乎每首歌曲的 live 舞台均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令人久久回味。2023年仅剩下一个月多点时间，国内大型音乐节应该到了收官时刻，不会再有新的安排。何况每年12月份都会迎来各大平台跨年晚会的筹备，歌手们也没有更多时间再去跑场。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4场音乐节的疯狂场面，继续加深我们的记忆，让更多的影像留在我们的脑海之中，成为2023年最美的时光印记。好久不见，你们好吗？除了好久不见之外，刚才在唱那首歌的时候，刚才有一句歌词不是就这样吧。你们知道我脑海中想的是什么吗？因为当时风太大了，我就想我的刘海可能保不住了，或许就这样吧，就觉得一切都是注定的。2023年5月2日，上海魔都制造音乐节一共演唱9首歌曲，分别是《铃芽之旅》、《Rubia》、《触不可及》、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、《若梦》、《忘》、《花开忘忧》、《不想睡》、《人世》、《大鱼》。很开心跟大家见面了，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青岛，然后也祝大家端午安康，节日快乐，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，永远都好好的。回头的也是我，就让一路曲折，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。原来咽回去的泪才能淹没了脆弱，想要继续忘，要逆风不退啊，让痛苦住进你。2023年6月22日，青岛凤凰音乐节一共演唱了9首歌曲，分别是《铃芽之旅》、《若梦》、璀璨冒险人、时节、 Heart of Peace、 触不可及、化身孤岛的鲸、望、大鱼。2023年10月1日，常州太湖湾音乐节一共演唱了9首歌曲，分别是《浮游》、《触不可及》、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、《若梦》、《时节》、《望》、《花开忘忧》、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、《大鱼》。2023年11月19日，广州草莓音乐节一共演唱了8首歌曲，分别是《霓虹甜心》、《浮游》、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、《望》、《若梦》、《打了崩吧》、《大鱼》、《敢爱敢做》。
凡是看过四场音乐节的朋友，或者时常关注周深在音乐上表现的朋友，应该会有一个最大的共同发现，那就是周深的状态越来越好。四场音乐节下来，直到刚过去的广州白云之都草莓音乐节，他在舞台上的表现越来越自如，犹如一位常驻升降，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潇洒。看到一个网友形容去周深音乐节的心路历程，简直笑不活了。他说去之前心想听次 live 完成心愿就好，老胳膊老腿的就不拼了，后排看大屏养老。深深的声压这么强，一定可以听清楚。进场看到乌泱泱的人响，我还年轻，年轻人要拼搏，虎躯前排冲呀。然后没上洗手间，吃了三片旁边米姐支援的面包和半杯水，就这样盯了几个小时，结束后嗷嗷大叫，下次演唱会啥时开。小编只想说这形容的太形象了。大家都知道周深的现场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只要你去过一次，就绝对会迫切地期待下次、下下次、下下下次。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周深无与伦比的歌声，以及堪比甚至远超 CD 的稳定现场和 CD 所不具有的现场的氛围感和魅力。可以说随着这几年舞台，特别是各种晚会、纪念活动舞台、直播舞台和各种庆典舞台的狂轰乱炸，以及今年线下舞台的增多，如今的周深完全进化成了舞台上的王者和霸者。央视六公主都亲自认证，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现场，所以六公主也有事没有就给周深安排个现场。最后就想问一下，今年你有几个周深现场了？小编私下感叹，周深的时代真的来了。